好，我是小刚哥，欢迎收看本期评测视频。我们本次是打一个胶皮，就是这个维克塔斯的 V20， V20 是一个算是一个 V15 的一个升级版吧。然后这个 V20 的话，这款产品所说的这个硬度的话是这个 52.5， 然后这是他们所打出来一个广告，就是这个永许和从容完美融合，然后海绵硬度 52.5 度，但感觉不到硬，反而弹力很好，击球的感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惊讶，击球的球威力十足。虽然说它这个海绵是一个半高海绵，然后是一个色性的胶皮，但是目前我还没去粘贴，我感觉它应该是还是以这个 V15 一个蓝本去做一个改进。然后这款胶皮呢，可能对一个旋转方面的话，保护还是做得非常好的。毕竟在 V15 的时候，还有 V11 的时候 ，V11 给大家做过评测了，就感觉到它对于整个球的一个旋转有点无视这种旋转的，整个产品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 V11 的话，退台之后的一个底径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进台的话感觉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说一下。这是评测的时候给它搭配的一个底板，这款底板就是我在这个日本，然后购买的，然后是这个曾根祥90周年纪念版，也是这个维克塔斯他们自己的产品，然后采用的一个结构还是一个外置的结构，08的一个面材，24一个大型，然后官方所说的是这个 J1 的这个版本的这个限量款，我们这款是一个31号的，这个全球限量200块的，然后我们看下那个结构。我们是一个外置的，我们看看这个 V20 的这个性能表现的话，是相比于狂飙有哪些是突出的点？毕竟现在国人打的狂飙是比较多的。好，我们要看一下 V20 的这个带包装的一个重量。带包装现在的重量是一个107克，我们把包装给拆开，看看整体一个去掉包装之后的海绵未剪裁的重量是多少克。这两个胶皮，它 52.5 度，我认为作为正手还是比较合适的，做反手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硬的。这款套胶它还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生产，可以看到，V20， 对，看看胶皮的重量，它重量的话好像是比 V15 还是稍微轻一点，重量的话在70克，剪裁完应该在48克，刷完胶水之后，我们看我们裸板，现在但它狂飙板子有多重，然后我们刷上胶皮之后，整个板子扣掉底板加正手的胶皮就知道这个套胶重量是多少，刷上胶水之后140克，我们刷完应该整体的重量应该在190克左右或者188克。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试打的环节吧，我们欣赏一下这个套胶所打给我们带给我们这种从容的这种手感，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感，好吧。V20的这款套胶在发球方面的话，摩擦感觉还是中规中矩的，整个手感没有明显的这种乱蹦的手感，还是比较能吃得住球的。但整体的一个旋转的方面的话，感觉摩擦在自己手上不是特别亮眼。V20 这款套胶在正手小力量方面的话，感觉到套胶是比较做的通透的，在自己轻轻一打，基本上就能打透了。感觉整个海绵的支撑性做的是比较好的，在小力量方面的话，没有明显的这种掉网情况。而且整个套脚是比较出球的，在自己退台发力拉之后，感觉套脚的稳定性做的是比较好，整体的一个速度并不是它的一个优点，在自己打透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套脚的这种加速手感，但是它的一个上台率的话做的是比较好，对于自己手上的一个调节能力也做得很好，它的一个容错率方面的话是比较高的。然后这款套胶的一个弧线方面不会来的特别的走长，做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旋转方面做的是比较普通的。然后这时候我们换上狂飙去对比，狂飙的弧线明显拉得更加的深，而且出去的球的旋转也做得更加优秀一些，所以 V20 这款套胶如果对于入门的选手去打正手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进阶的话可能是稍微要去适应一下，但是我们把 V20 去换到反手位的时候，感觉胶皮的性能就完全的发挥出来了。整个套胶打反手位的话，整体一个支撑是起得来了，而且速度也比较快了。把它换到反手位，感觉整个胶皮的韧劲还是不错的，但整个海绵的话还是稍微的做的有些硬了一点点，所以打起来需要自己手上的一些发力。但是这款套胶在反手位，它的旋转也并不是它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也为什么说是 V15 的一个升级版。但是它的一个
上台率还是做得特别高的，打起来很明显的感觉到官方所说的这种从容的手感，在和对方强强对抗的情况下也并不落于下风。好了，下面就给我的好朋友去试打，在初上手的一个体验方面，他感觉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特别在自己敲打的时候还有自己去快撕的时候感觉都做得比较好，推台拉球方面底劲也做得不错，感觉还是比较能吃得住球。但是到了这个反手下旋球的环节，他就感觉到整个胶皮的抓球感并不明显，所以感觉在摩擦方面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特别是在小球的拧球方面，感觉套胶在小球抓球的一瞬间咬球感不强，所以在拧拉的时候还是比较要需要向前的一种力。然后包括我自己在试打这个拧拉的时候也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感觉，而且拧起来的整体一个速度不会来得特别快，需要自己在手上加一些这种向前的这种进球速才会明显的起来。然后这款套胶在控制方面的话没有明显的这种虚弹，小球方面的控制抓球感还是做得很好的。目前这款套胶因为我是收到了他们的官方的一个试打，它的一个最终定价还没出来，目前的一个官方零售价是470元，但是到最终的终端折扣之后，如果200到300元的价位里面还是做得很不错的。毕竟这款套胶虽然说自己加旋转的时候能力是比较差一些，但是自己去抵消对方的旋转也是非常的一流。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